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，我是麦尚音响的老板。那麦尚英文叫做麦尚，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麦尚是那个麦，因为我英文叫 Michael 嘛。那有一些日本认识一些日本朋友就叫我 Michael 桑，后来就简称叫麦尚。那他的英文刚好我们可以叫麦尚，就是我们在追求的声音。我觉得这个很符合我自己的音响的历程。那至于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一个店，我想自己接触音响大概也差不多超过25年了。那其实一路来，从一些现代的音响，慢慢到我自己现在接触的比较是40年代跟50年代的器材。我觉得在这边我选择停下脚步，是因为说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一个器材的氛围，我自己觉得能够打动我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辛苦，因为你在国外，包含找零件或各方面，你必须具备很多专业的知识，而且很容易被骗，因为你不够懂。就像玩古董车的朋友，大概就会知道。那在这个一路跌跌撞撞的过程中，慢慢去建立自己的系统，我觉得这个过程很艰辛。所以我会慢慢希望说，有人想要走这条路的话，也许我可以开一家店，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值，让他们可以走这个路上可以走得更轻松，可以进到古典音响这个世界，不要这么的痛苦或受到那么挫折。麦赏音响目前主要经营的这个产品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扬声器喇叭，喇叭的部分我们主要是以1940级到50级的全音域喇叭为主，包含我们有15寸的 RCA 的全音域单体，还有包含日本 NHK，大家可能听过叫 P610，还有 Lauser 的全音域。那单体的部分，我们是透过一些管道从国外找到，然后再重新配对。箱子的部分，我们则是找到原厂箱，然后再重新在台湾重新再复制，按照现代的一些需求再重新去制作。扩大机的部分，我们主要就是西电的扩大机，包含了如果大家有玩西电或听过西电的300B，可能会知道他们最有名的西电91，还有包含124等等。那我们的器材是复刻的。所谓复刻，是我们按照老机器的原来的精神，包含铁芯重新绕制，包含里面的走线跟线路，我们尽量去还原当年的器材的精神，但是我们同时也注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。那我想再多说，也不如说，各位观众可以现场的来到卖场亲自走一遭。那我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打个电话给我们，来做一个预约安排。那我们可以让你知道所谓的这种1950级的这种老声音的美学是什么？谢谢。